谢谢。小胖先生，欢迎再回到超级星光大道。请问这一阵子来你的心情如何？就是像在做梦一样啊。真的哦，就是前一天就是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，怎么睡觉起来就怎么电视上是我，而且又上头版。你说以为只有总统才能上头版吗？对啊，而且很难得看到就是一个电视啊，就是满塞一个头就满满的，就没有任何一点空隙。小胖呢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来不易啦。因为其实最早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在大学生了没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人说他很会唱歌，我就说哎，那就唱。后来呢他来到超级星光大道，我说他怎么在当评审，就是陪审团，我说这个不唱不行，也让你又唱了一段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一定要来这个踢馆一下的。所以其实这整段这个经历，我觉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其实小胖他的这个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光听刚刚那首歌，哇，Life 感觉怎么样？赞，对不对？哇，帅啦！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啊！谢谢大家。但是我想也是星光的骄傲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不管什么样的孩子，真的只要他有唱歌的才华，我们都愿意推他一把，把他推向船，都推向船。You jump, I jump， 推下去。所以怎么样，小林老师看到他的这个现在已经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了。他的唱功又比上一次看到更进步，而且那个掌握度哦，真的是游刃有余，我觉得很棒。对啊，而且听说他现在更努力是要学英文，因为接下来要到很多国外媒体接受采访，是不是？就是先准备好这样子，但是我之前英文实在是没有那么好，所以说最近都每天都要讲好几个小时的英文，就是跟英文老师这样子。 Very good. Yesterday I was a chubby boy. But now everybody is looking at me. Yeah, why? 对，你至少会讲一句成语，一定要学的，就是 Never judge a man by his appearance. 不要以貌取人。这句话就告诉全世界，大家不要以貌取人。OK. 不要以为一个小冬瓜带着西瓜皮就不会唱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你一定。又来，哇，快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真的是声控娃娃哎，什么音乐你就做什么事。所以其实真的，这个也是台湾的骄傲啦。谢谢。那这个当然我也知道，小胖有说出他的择偶条件，听说是要跟我一样啊，哇，像我一样人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桃子姐一路都很照顾我，然后。听到没有？江湖传言都是假的，说我们说我们什么母老虎啦、母夜叉，事实上我们很温柔，非常温柔。对呀、啊，开玩笑啊！但是你的择偶条件真的太高了。好，阿咪，你在笑什么？你的笑声比效果器还大声，他叫哈哈哈这样啊！哦，在这边真的是掌声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胖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观赏我们的节目，晚安，拜拜。赴美接受专访的小胖不仅享有巨星级的待遇，还有马丹娜与碧昂斯的歌唱老师指导歌唱，小胖优异的表现也获得国外朋友们的喝彩。祝福星光奇迹小胖林玉群继续带着爱唱歌的心，用歌声带给更多人感动。下周星光六，六强又歌舞一决高下，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张世堂武艺高超，惊艳全场。我觉得你的今天的节奏感跟所有的舞步，那个真的都是有大量之风。不由得要佩服你，而且后面的那个律动感跟音乐的结合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你节奏感掌握的是很好。本落后的三帅一曲牛仔很忙，令评审刮目相看。这个歌选得很好，今天看到这样，我觉得是很开心，真的很替星光大道六班高兴，说有你们这一组人能够加入我们六班的行列，加油。僵尸先生冰品线为了争取积分，不顾一切豁出去了。这个表演很可爱啊，特别是这个 dancer， 我觉得帮你加分很多了、啊。这整个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感觉。他来耶，他来哟，他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。形象斯文的胡夏也是武林高手，更跳出夺冠气势。
节奏掌握的都非常好，反而觉得你是脱胎换骨，整个人是豁然开朗起来了，开始闻到一些巨星的味道。对，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。但是仅剩的两位女将却都无法表现出应有的水准。你还是会犯了一般这个歌手在唱快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说你如何能不上气不接下气，那个气如何运动到第二遍歌开始以后，它都影响到你的拍子，影响到你的 pitch， 甚至是你整个的情绪都有点被它拖累到。你是不是喉咙有受伤吗？的音符需要堆积的，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声带有受伤，所以那个力气是不够。我觉得你声音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快点去看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在这个耳机听到，其实你的声音已经开始有很多毛边了。紧要关头喉咙出状况，杜华锦的夺冠之路还走得下去吗？距离冠军赛只差一步，经过这半年来的努力，谁能尝得胜利果，谁又将功亏一篑？星光六强谁会抱憾而归呢？越演越烈的积分赛绝对不容错过，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晚间九